谢贤告诉孙子不要怨恨谢霆锋，而大孙子7个字回应却把谢贤说哭了。网友：真是个好妈妈。从张柏芝跟谢霆锋离婚之后，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是走到了尽头，渐渐的媒体们就把目光转到了谢霆锋跟张柏芝的两个孩子身上。可是一晃7年过去，当年的谢霆锋大儿子 Lucas 已经是个大男孩了，而且长相也越来越像谢霆锋，所以当初那种说这个孩子不是谢霆锋的孩子的传言就不攻自破了。但是近年来，张柏芝总是带着两个孩子出现在公众眼前，而且张柏芝对这两个孩子的照顾是有目共睹，可以说张柏芝真的是一个很称职的妈妈。但是谢霆锋却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，可是谢霆锋的爸爸谢贤却是一个称职的爷爷。谢贤经常邀请张柏芝带两个孩子回家吃饭，而张柏芝也没有拒绝。可以说谢家的大门永远为张柏芝还有两个孩子打开。谢贤对两个孙子的好张柏芝看在眼里，张柏芝告诉两个孩子谢贤是一个好爷爷，这让谢贤对张柏芝十分感激，并且打算把自己的遗产都留给张柏芝还有两个孩子。对于孩子对自己父亲谢霆锋的看法，谢贤也很是担忧，告诉两个孩子不要怨恨谢霆锋，而大孙子 Lucas 却说了7个字，妈妈说爸爸很好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谢贤直接就等不住了，哭了。张柏芝真的是一个好媳妇，不管是教育孩子还是对他们谢家，真的是仁至义尽。而且在教育孩子的方面，张柏芝一直都没有落下，经常会教导孩子在对待父亲谢霆锋和爷爷奶奶的态度。有一次谢霆锋被传要上中国新歌声，谢振轩就被问对此有何看法的时候，谢振轩只说了5个字，爸爸很优秀。谢振轩这5个字也让网友大赞懂事，当然这少不了张柏芝的教育方式和辛苦。作为一个好女人，就是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提大人之间的事，孩子需要的是一个阳光美好的生活憧憬。参考来源：